好，老花一开箱评测啊，这个呢又是又是宿迁的。哎呀，我跟大家伙说，你只要是买花，你永远逃不开宿迁。但是呢，还要给大家说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到他带这个标签的这个呢，你可以放心的买，这个没什么事，都是有关部门呢现在介入了，也并不是说宿迁没好货。这个呢是一个虎刺梅，也叫铁海棠啊，有的花友喊它是铁海棠。咱们呢接下来话不多说，开箱。像这种保温，我觉得是最好的，因为它像穿了好几层棉被。哇呀呀，哇呀呀，哇呀呀。其实说到做电商啊，花卉的电商，江苏那边真的是厉害。嗯，这个不能不承认。我们青州这边也有很多，像我们花卉协会的也是经常的去那边去考察去学习，人那边一天发一万多单的，就是也很多。哇，这个包装是真的齐心，而且呢价格也不贵，才18.8块，才18.8块，很有心啊，很有心。这个东西都要靠踩坑了，这个同样是我踩的坑，然后呢我不接受任何的充值，我也不会跟这个商家去宣传任何的东西。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呢，你可以，我也可以分享给你啊，但是我就不公开了，因为会接触到一些个偏见啊。这个包装是真的好，多跟人家学一学。哎呦，哎呀，真的好，这才叫里三层外三层。对了，它为什么打那么厚的一个保温呢？是因为这个虎刺梅呢，它确实不耐寒，基本上零度以下都冻死了。基本上哈，它的极限耐低温能力呢是-3度。像我们去年的时候，我们棚里边的都冻死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棚里边-10度。嘿嘿，你看这苗情真棒，即使打那么厚的保温，还是有一点点的黑黢黢哈，有一点点的，这个没办法，它已经尽力了，就是我们这边温度太低了。好了，接近于满分的一个苗情，价格18.8块，这个价格呢只能说中规中矩啊，它不是说很暴利的那种，这个已经做到一个相当之高的性价比了，相当高的性价比了。像这种的话呢，很多的花友说啊，在我们在那里才几块钱，它有快递费的，18.8块，对于这个网络上来说呢，18.8块已经很便宜了，已经很便宜了。然后呢它塞了一些个卫生纸呢，一个方面是为了防止它漏土，一个方面是便宜。塞别的也不好塞，这样塞上去的话它就不漏土了，咱们收到的时候都不会说是散的全部都是根。这个东西是有一定毒性的，就是这个刺儿扎了以后酸疼酸疼的，你就别老是用手去摸它了。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养这种带刺儿的植物，根系很哇塞啊，用的是松针跟一个椰糠的一个掺土的配方。那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个养护哈。首先呢咱们要说它，花友们在养的时候会遇到各种的一些情况。首先第一点就是长着会很长，然后没有叶子了啊，长着就很长了，没有叶子了。买回来以后这种啊，很多小花苞很哇塞，长着很长没有叶子了，是过于干燥它就长得很长，就没有叶子，然后全部是刺儿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点，有话说啊，老花友我养的不开花可是缺乏光照，它是特别喜欢光照的，而且呢比较耐旱，它只有在雨季的时候它会去开这种花，只有说是水量比较充足的时候会长叶，干旱的时候就不会咯。所以说光照一定要给足。用土这一块的话呢，大家就可以用一些咱们那种通用型的配方土，完全 OK 的，它对土的要求并不高，你当然也可以用煤渣用沙子都可以的，对土的要求一点都不高。之后呢就是说浇水哈，还是说那句话，一定要等它干了再浇，不干你别老浇水。然后呢咱们在收到任何花卉的时候呢，还是老规矩哈，就是给它扒拉扒拉，看看表面的根系啊，给它扒拉扒拉，不要让它过多的就是埋得过深，过得太深了以后呢它不太好。这个商家呢可能就是为了好发货，然后呢给咱们就是稍微弄，咱们要稍微往外扒拉扒拉，别让它那么多的土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不太好。表土啊，露出来表面的根系就停就行了。你看它其实是后期埋上的是吧，把这种新叶子都埋住了，咱们自己心里边有数就行了。哦，它其实原本的土很小的，原本的花盆也很小。不行，不能再动了，再动都全部散掉了，再给它重新种回去。同样啊，大家在养这种比较耐旱的植物，或者是多肉啊，或者是兰花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可以把我们家这个土稍微塞一塞，
稍微筛一筛，尽量的选择这种大颗粒的，咬咬咬。它是不是三颗煮到一起的？看着像。啊？看着像。是吧？这不是圆盆的，很多的花友也是总是抱怨，哎，老花，为什么我买回来的花，它总有一颗长不好啊？它不是圆盆的三颗，那既然咱们分成三盆了，咱们就给花友们抽奖的时候抽三盆不就行了吗？我给它分开种吧，好吧？我用这个盆给它种上。哇，它这个就是三个煮到一起的。你看，很多的花友在买花的时候，他们总抱怨养不活哈。很多时候他都买不到这种圆盆圆土的，都是随便的很粗糙的给你种上了。像我还好，我 就真的好，就是如果说我不给花友们说那个去掉表层土，我也是发现不了这个事儿。哎，越拿越散，越拿越散，我还认为是我的问题，其实不是我的问题。现在呢，就给它分完盆了。分完盆之后呢，就不着急浇水了，因为它来的时候确实湿乎乎的，可以隔一两天再浇水。好了，最后呢，这个换到的土呢是比较保水的，大家浇水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，好吧？虽然说虎刺梅啊，喜干喜旱啊，就是，但是你空气湿度很低的话，它不长叶哈，还是那个点，怕冷，别的没啥了，18.8块，价格很 OK 啊，进三盆。好了，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在本条视频里评论、转发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会随机抽取三位幸运观众而送给大家。不过要养两天，等它根系长得稍微差不多一点的时候给大家发过去。花友们打分吧哈。好了啊，老花一养花这张一来了。